哪？你在几塔？你在几塔？我在他们的二塔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全挂了，全挂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战斗，战斗，战斗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没用啦，战斗啦！哇，想把打出去啊！好猛啊！是二阶装备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二阶装备很贵，可是好值得、哦。值得。看来装备要升上去才行，多三颗星的样子。杀他，杀他！哇！哎、欸，二塔，他们二塔，他们二塔。好，他们本塔。不是，你要去攻他们的一塔吗？本心，冲啊！我也有，如果他们站下，我们就退哦。然后没站，他们还没站到。空军冲进去，来了，我们来了，冲啊！哎，吸血效果还是很棒啊。他们钻石中，哇，有肉吃！来了。别跑！追了！哎呀！神速降临，哎，有人在射箭，有人在射箭，团在上面射箭。我们四个人都在他们的一塔。我去站其他的，你们加油。好，全部都冲过来、啊我剛。我刚有召唤蝙蝠哎、欸。哈进，你要记得买头盔哦，你头盔还没买。好，我刚有召唤蝙蝠出来。啊！我死了。然后就一个爆炸。我骑车的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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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们去那个三塔。对，你们去中间的。嗯。没关系，我回去看好没换装。嗯。回去换装。我去我们二塔。哎，对，好。现在移民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移民是吧？就换阵营，换阵营吧。不行不行，来，我去站一塔，我去站我们等一下我们的二塔。小雨要来二塔喽，可以，时间来得及，时间来得及，时间来得及，他跳不起来。那我们去他们的二塔。小雨要去我们一塔了。哎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啊，还是我们直接去他们的一塔？可以啊，他们有两个啊，都出来了。还是走这，还是走这。好，因为小雨去找你喽。啊，小雨去找你，他在哪里？我准备往我们一塔走，准备往一塔走。我看到他了，看到他 ID 啊，来不及，小雨，杀他！他在暗夜不打，他想逃进去，小雨，超像吸血鬼，儿子，你太嚣张了，开射箭，我要跑，我没装，这还小雨，不要跑。啊、不然就等六十秒了，反正还蛮闲的。追到了，追到了，快走，快走！躲这，确认一下，没有人。啊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！哎，要躲一下，躲一下！哎，不要，进去！跳出来，出来啊！死快哦！哎，好痛，好痛！好了，站完了，下一个。我站一套。不要玩过头啊！哇，要死，玩过头，好痛，好痛，通胀啦！有个地方要打你了，阿进，我走了。你走了，我们要站塔，你走了。我回来了。阿进好慢哦。我们在他们一塔。我们近战打超强，我们怕的是远距离。哎，他们要上了。哦，他们在我们二塔。有，我看到他们了。阿进，等一下。有，他们的二塔。好，来了。他们去一塔了，他们去我们的一塔了。没问题。一塔还有三十分钟，三十秒。我们两个在他们敌方家里。可以，邪恶快被我打死了。只要想办法贴近战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我们近距离超强。两边跑。哎呦，看到目标。哎，巧克力，哎呦，我都不要跑。喂，这速度。小雨交给我。然后干掉了。二零，麦走，我的吸血，让我吸一下，二零。一口就好。一下。好爽啊，吸满呢。打完血还比较多，有没有？哇，你们两个没死过哎！不会死啊？这游戏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对不起啊！平衡这么 OK， 对不起啊！这个平衡装备满装之后真的是超强啊！对不起啊！没有，他们在楼上，要跳上去砍他。感谢订阅，来，阿佳，就这里，看到，
小野跑，小野别跑，别跑，追杀，小野跑，小野别跑，看大表呢，微笑，吸血，让吸血，让吸血，没有 ，double kill， 哈哈哈砍错人，砍错人了，血这满了，血这满了，哎，他们家不能，因为走，因为走，因为走，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二零，借我吸血！我来，我来支援你，我来支援你。很多人，他这吸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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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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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了，是了，是了，又满了，又满了，打了一下就满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拉你们，我拉你们。神作降临，神作降临。哎，装备好厚哦，打不痛哎，打不痛。这还蛮持平的，刚刚真的打得很刺激。才没有哎，才没有，你有点背分数好不好？你知道天使长想移民了吗？对啊，我打到一半就，我们可不可以把武器丢给他们，说我们也想当吸血鬼？有啊，你们攻很痛，可是那是前期啊，后期你们怎么那么坦呢？衣服起来，后期两阶之后，这装备好像蛮坦的。嗯，武器你们有人升到第二阶过吗？还没，太穷了，太不升不上去。我觉得应该是要选择，因为你们武器第一阶砍我们完全不痛，二阶就不确定。但是弓真的很痛，超痛。可是你们第二阶的时候，我弓丢你们好像也就没就不痛。小雨也有升二阶弓吗？没有，一阶。你一阶不痛，二阶好像有。我没怎么被这里射到啊，升满装之后。他其实有被我射到，大概两滴两颗星啊。可是我打你一下，挥你一拳，我就满血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直接用吸的。没有，应该要那个啊，天使血量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定的时候呢。对，我们说我们应该有吸收效果，对，护盾。吸血鬼可以吸血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天使都没有。那不治愈之风有没有？应该要会补血啊，倒是便宜一点。对啊，说要反翘翅要便宜一点嘛，我们没有自带，至少卖我们便宜一点呢、啊。我觉得续战力是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天使完全没续战力。可是天使可以打队友补血啊。我觉得这也是对啊，没有我讲真的啊，治愈啊，助心愈啊，对队友会帮忙治愈，就打队友治愈这样。天使会有第二个武器啊，就是治愈之棒，哎呦，好棒棒打队友，队友好棒棒，好棒棒，感谢小气点。那时候补血的时候，来吃我的好棒棒，嗯，没有，因为你想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穷，没有穿到二阶衣服，可是如果我们的血没有跟你们一样会上去的话，那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打。你们血又比我们多，然后又会那个。你们二十吗？你们刚刚看起来有28，我像二十八吧。多三颗。对啊。哎，对不起。多三颗，然后又会回血。嗯。听起来不太合理吧？天使就一开始也是这样武器，然后再来先买弓，然后之后弓不要进阶，先进阶近战武器。嗯。嗯。弓一开始很痛啊，可是就是天使当吸血鬼升满装之后就还好。哦，对，我要告状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刚天使长出门没有买武器吗？哈哈哈哈把钱都花光了。刚刚不小心买要技能，然后啊没钱啊。哦，难怪一开始就有技能哦。你们一开始就放技能是怎样？是有多想要看我们的那个位置啊？好害羞，都被看光光了。他没有买武器。所以我刚开始才在那边拿南瓜糖打你们了，哎，你直接跌了，职业病，我的心是在吸血鬼了，谢谢点啊，再一次啊，嗯，再一次啊，那个刚刚三十五，就我们前四个到天使军去打打看。嗯啊，你跟哈记，我跟 Jerry， 你们四个过去呗。嗯，好哦，耶，签约了。反正如果我们等下大输之后，就可以玩一下牌子好玩的游戏。现在选这里的牌子没有写字哎，可以八打十了有没有？等下他选这里的牌子是空的。没有，我去看，我去弄。还没点吧？还没点说自选，他所以没显示。对对对对。嗯，还有手动手动哦。这一场也蛮快的。嗯，他分数加起真的很快。对啊，要没有扣分，杀人会加，死掉会加，对，死掉会加就变很快。哇，这场更后期啊，3000分。
感觉后期如果天使也冲不起来就真的无望了。嗯嗯，因为天使要选择，他必须选择防御或是选择攻击。对啊，像天使可以买的东西太多，吸血鬼反而很少，所以吸血鬼很快就满装了。可是吸血鬼满装其实比赛就结束了，天使根本来不及满装。很前期啊，他大前期。2500都是这样了。因为他的钱币没有办法另外获得，不是吗？杀人跟时间，就杀人跟时间。虽然后来搞不好那个天使后期的装备，搞不好可以跟那个吸血鬼抗衡，但是前期跟后期还是来不及后期。是啊，因为你前期你吸血鬼一定比较强势，只要杀了够多人，他们就可以直接到后期了。嗯，他衣服就直接到比你在更后面。好，那个来，应该要先开始。有加入天使，加入阵营，这是天使，天使。所以我是天使君，对，嘻嘻嘻，嘻嘻，那位天使下去，好，嘻嘻嘻，下地，不要下地，什么？嘻嘻嘻，弓箭多少？13块的样子，对，那一开始几只买弓箭啊？你们冲啊！还要再一支箭14块，14块吧，好啊，几支啊？对啊，就拿一把刀就好，然后其他就给你们了。然后剩下的人就偷偷摸摸的去站这样子。嗯，感觉可以。那我把钱给你们了。看，我才想说把钱给你们呢。哎呀，进去看谁是天使长啊！哦，看谁天使长啊？谁拿弓啊？哎，吸血鬼的长叫什么？大吸血真主吧？真主。嗯，然后真主。看谁是真主。啊，小雨是哦。啊，小雨送给你了，我要走了。什么都不带了，就走了。是吸血鬼哦，啊，不对，我们是吸血鬼啊，霸气哦。我们是吸血鬼。那就买剑跟帽子吧。放进去。没有买剑跟帽子啊。对啊，我忘记我们不是那个。这样我上一场衣服不是送给他们了？我放在箱子。对，你知道他地图没有刷掉吗？是啊，就是上一轮我放了一个衣服在里面，然后还在，超好笑。超扯！这边我站。小雨，走去。那20区2塔跟小区3塔。好。然后我这边站好了，我你来3塔，你来3塔。对，我来3塔。那小雨呢？啊？你怎么走失了？3塔。来了，我在跑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走。嗯。冲！哇，他们也过去了，他们有人过去了，他自己也过去了。有看到。嗯。哇。OK， 还没到。OK。哇，扣血了。谁？让我吸。我跳不上去。哦。哇，他们人好多。阿静就过来。嗯，欸，他们来了。是，好。我这个一直空挥，我今天到底怎么了？人来了。站到了吗？站到了哈。站了。你要不要回家补血啊？我半颗星而已，那你就小雨回去吧。我来。嗯。哎。解除锁定。走。啊！我掉水里了。我们家。有人跑到我们家站了。对。走。巧克力。打他。哎。你们应该可以吧？哎。哇！这个弓箭超痛哎！弓箭哎，我刚刚多少？5颗。嗯。一下就死。是他们几？他们几只哎？对啊，他们是几只麦克。那巧克力去2塔喽，2塔我占了。哦，那3塔快去。啊不！我现在去看能不能摸掉他们家里那边的塔。